成功依山傍海，山峦连接天空与深蓝色的海洋，交织成一幅令人激动的动人美景。这里是许多游客来到台东必选的旅游景点之一，成功。成功镇大多种植柑橘类作物，远近驰名的三千台斗仔柑、桶柑、瓦伦西亚，成为成功镇农会成功打造的响亮特产品牌。而如今斗仔柑也成为成功镇农会的代表象征。所以我们是希望借着这个的那个骑乘的造型啊，能够吸引游客来到这边地方。那我们这边会做了一个那个休憩椅，最主要是能让游客来到这边啊。第一点可以让他照相之外，能来到这边坐着拍照，做一下留念。结合复合式观光与动管处合力打造的观景平台，不但可以远眺湛蓝的海天一色，还能欣赏鲜艳夺目的花海造景。东海岸的美景尽收眼底啊！这边是一个房屋嘛，那房屋的造型呢，你说有一个民宿在，对，我们那这边是吃的东西，我们弄一个碗啊，弄一个白饭，弄一个竹筷子。那我们行走在观景廊道，迎着太平洋的海风，享受最纯粹的轻松时刻。这里拥有多样化的各种名特产，游客来到成功都能品尝到在地独一无二的幸福美味。东台新闻陈基业成功报道。